反正觉得就也常态化了，已经成了就跟吃饭睡觉一样了，该做核酸做核酸，基本上就这样。唯一其实对影响比较大的就是，因为有家里有小朋友嘛，因为小朋友上学的话，你这些影响比较大。回了北京之后就基本上不出去了，因为进京现在挺难的嘛。之前还可以去外省说洗个码什么的，但是现在弹窗很难解了，就没出去了。Thank you.